启功教程五行拳一劈拳完整示范。前面我们看了劈拳的完整示范，下面我们依据劈拳进行三个步骤的教学。步骤一，盖步劈拳，预备呈三体式站好，两手握拳，后脚上步，同时向前做钻拳动作，前脚脚尖外展45度1厘，要踩住两脚不得离地，钻出的拳必须在身体的正中间，而后向前上步做劈拳钻翻。重复，向前盖着步做钻拳，高度不要超过你的眼睛，向前上步做钻翻的劈拳，劈出的拳手指的高度不要超过肩，要在肩的前面，身体不要向右后倾斜，身体要保持中正，向前盖步钻拳，向前上步劈拳。教学步骤一结束，下面进行劈拳的教学步骤二，上步竖身劈拳，预备呈三体式站好，前手收回，同时向前上步，后脚跟上，脚跟离地，脚尖点地，呈竖身动作，保持身体的中正，而后向前上步劈拳，不做跟步，前手收回，向前寸步跟步，向前劈拳，收回肘关节不要外张，要抱背而回，身体要中正下沉，寸步钻拳，正对鼻尖，向前上步劈劈拳啊，不要像有转动的啊动作，要前后收手，寸步跟步站好，上步劈拳，定步形成三体式桩功动作。步骤二结束，劈拳教学步骤三，步法转身练习，预备呈三体式站好，收手做一个上步劈拳动作，
同时向前上步，后脚跟上向斜前方上步，然后做插步一拳，收手回来，向前上步，做一拳。第二次收前手，向前寸步，向斜上方上步，劈拳插步，收手回来一拳。单一练习，我们可以两手叉腰，三体式站好，前脚寸步，后脚上步，然后踏步。踏步的时候，两个腿呈剪步，脚跟不得提离起来，离地。上身要不能前倾后仰，然后前脚上步，掰腿。做第二次，前脚寸步，后脚向斜方上步，然后插后脚，中正。前脚上步，还成三体式站。第三个教学步骤讲解完毕。